把拉链的正面面对表布，把它摆上来。那上面应该是拉链，应该是跟你的布的宽度是一样宽的。那我们会把它对齐好最上缘，然后用夹子把它固定。固定好之后，我们的最上缘这边要折45度角，往上折折45度角，像这样子。那我们用夹子一样把它固定起来，然后下面这边也是折45度角。然后我们会把拉链拉到中间，比较不会影响到车缝，先把它拉到中间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车缝，这次用的是鸟脚的压布脚，然后如果没有这个压脚的话，也可以用拉链的压脚，这种单边的。不管是家用还是纺工业用的，都有会附赠这个压脚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车缝，缝份的话，一开始缝份是 0.2， 就刚好对齐这个压布脚的边边。那我们现在开始车缝，车缝的时候记得要把压布脚放下来。那我们现在的缝份是 0.2。先踩个2-3针之后，记得按这个回针的按钮，按着它脚继续踩，它会倒车回去，然后放开之后它就会再往前进，这样就是回针。那车缝的时候，如果会觉得有卡到拉链，你就可以先把拉链拉到车过的地方，把它拉走。那最后这里一样记得要回针。我们把内里的正面跟表布的正面相对，然后我们上面会一样把它对齐好，然后一样用强力夹把它都夹好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车这一道，缝份是 0.5， 所以我们要对齐5这一条线，然后记得一开始跟结尾都要回针。然后车缝的过程，如果拉链的头卡住的话，你可以先把它拉到你车过的地方。那这边就会很平整，就不会卡到拉链头了。那把内里拉开来，然后这边我们就用鼓笔把这个布压死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车这一条线 0.2。下一步就是把它放成像这样子，拉链这边露出来了，然后我们会把表布拉上来，跟一样跟拉链对齐。然后这个步骤就跟刚刚的第一条线很像，就是我们一样要把这个折45度角，让拉链都先对齐，然后把中间都先夹好。然后一样，这里是车 0.2。接下来再把内里往上折上来，
就拉链是被夹在中间的，然后一样这一道是冰点的，那我们先把它都夹好。如果觉得拉链的头会卡住，就先把它拉到中间。面的这条线，然后压这条线，因为整个是拉链是这样比较不好压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先把开口，因为后面这边是有挡子嘛，这边是关起来的，所以我们可以从开口这边往后面扯，然后一样压线是 0.2 公分，然后边车缝可以边把这个布都把它撑开。那我们接下来要车左右这两道，然后要车之前，我们先把拉链头先拉到中间，这样会比较好车。然后这两道车之前，我们要先把就是这边都对好，里部对齐里部，然后再把它夹好。缝分是1公分，对齐10。那我们接下来要车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的话就会留一段反口标车，这个就是要到时候要翻出来的一个洞，我们一样把它都对齐好，然后缝分是1公分，对齐10，然后反口要留之前我们这边也会回针，然后反口就是固定都会留在内里的布，不会留在表布的布。然后这一段在尾端的这一段，我们也会再车缝一下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车缝4个角，然后4个角，要这样把它摊平。然后这边中间的缝缝要把它摊开。然后我们接下来会这样车缝，然后这边的缝缝是1公分，那你一样可以把它都夹好，一样对齐10，然后有4个角，做法都是一样的。还有表布的这两个底也是一样。接下来要从这个反口把整个包包翻过来，那这时候你可以先把拉链拉到最大，然后再从这个反口，然后这样翻出来。然后这个底的地方，你可以用石头把它撑开来。接下来就是我们还有反口要把它撤起来，反口在这里，反口当初的缝缝是1公分，所以我们就顺着它的1公分把它拉平，然后要用夹子把它夹好，然后我们就撤这一段0.2公分。把它放回里面，这样就完成了。